炸甜不辣淋巧克力酱，还可以自烧起司。太卡好，我是梅森。今天来到的是台中一中街的酥炸甜不辣妈，独家特制的甜不辣，炸到金黄酥脆，撒上胡椒粉、辣粉，甚至是梅子粉，都是非常热门的口味哦。酥脆咸香，越吃越爽脆，而且造型就像薯条一样，超方便使用的。但是淋上巧克力酱，再撒上棉花糖炙烧，这还真的是第一次看见呢。甜不辣的咸香海味与巧克力的甜味，有种说不上来的合拍，咸咸甜甜的滋味值得一试哦。撒上超多起司的炙烧薄起司也是非常热门的口味哦，酥酥脆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讨喜，一根一根的不知不觉就吃完了。酥炸甜不辣妈还有出弹珠汽水，真的超级酷的，一口甜不辣一口汽水，生活实在太畅快了，还不赶快去一中街吃甜不辣，拜拜。